好，我们看看这题哦。这边哈，我们告诉答案的，对吧？哈，麻烦去把这题目的 k 给算出来，怎么算？所以说这题告诉我答案 ，ak 阶几，负二到几之间，一之间。麻烦你把这答案 k 把它算出来，怎么算？来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这题怎么做？这题哦，要把它定为题目，题目是有绝对值在。所以说，把它变成绝对值在，必须要这两边数字要怎样一正一负是可以取绝对值。要把这两边数字变一正一负，麻烦怎么做？去找出这两数字的什么终点？把负二加一是几？负一，是二负的二分之一。所以说，把大家去减掉负的二分之一，去减掉他们的终点嘛。所以说，把这两个相加，最后是负一，是二负二分之一。减掉负二分之一，换句话说是把大家加上二分之一，加上二分之一之后，这面积二分之三，加上二分之一之后，这边面积负的二分之三，行不行？写到这边时，麻烦就把加上什么值？绝对值。可见这个绝对值小于几？二分之三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你观察一下下，题目要求什么？求这个 k， 对不对？那怎么算？因为你观察一下，这边是 ak， 这边是 2ak， 有没有一样？不一样，那怎么办？很简单，就把大家同乘几二数小的，乘上二是几 ？2s 加一，乘上二小于等于几？三，所以对照一下，这个 k 就是几？三就出来了 ，OK。